今日的分享就是這麼多啦，好多謝大家。Thank you.我去日本先啊！
前面咁樣，好危險喎。新北市大阪跟新郎温泉酒店的一個介紹，咁喺我哋身後咧就有佢哋嘅代表 ，Hello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边度啊？有冇人知噶？阿姐，吓，风啊嚟噶，唔系啵？有啲少少礼物嘅咧，系啦，有冇人知啊？边度好卖嘢啦？啱嘅，哇，咁啊比较靓啊，系啦，卖嘢啦。呢、这個維也納，因為我哋去完景福就係開始我哋旅程，一定要去嘅。因為前兩個景點都去過，前兩個人大家姐，大家姐。